2015年2月18日，重庆市綦江县安稳镇的大街小巷都洋溢着过年的喜庆，人们都在采购最后一批年货，没有人注意到街道上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在缓慢行驶。他们正好从那边过来，已经买完东西过来以后，然后发现这里有堵车，以后前面又有警察在设卡检查车辆，还有排堵，此时他们就将车停在这里。黑色的越野车停下后，从车上下来两个人，面对堵车，他们似乎很着急，在商量着什么。两个人观察了一会儿，步行向前走去。就在他们离开了几分钟后，车子后备箱里有了动静，就抓住这个机会，车子后面的车窗玻璃摇下来，摇下来就呼救。呼救以后，当时的老百姓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是在旁边的观察和看望，直到几分钟以后，受害人从车子的后面使劲够了前面以后，就将车门打开，然后一直在呼救。正在买年货的群众被这突如其来的呼救声吸引，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正在疏导交通的民警也被吸引过来。你看，受害人在招手，然后在呼救，警察听见以后，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过来了。大年三十，大多数人都准备回家团圆了，但是却有人在车里面大声的呼救。要不是交警设卡疏导交通，车里的这个人估计就没有脱险的机会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被解救后，呼救的人才告诉民警，他叫李辉，贵州平坝人，是一家小型企业的老板。他之所以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求救，是因为他被人绑架了。经过警方核实，李辉的身份是真实的。然而，一直到李辉脱险，李辉的家人都没有接到索要赎金的电话，绑架似乎并不成立。可是从现场的情况看，李辉确实是在车里面被人控制了。嫌疑人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和李辉之间会有关系吗？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热闹街头，车内为何有人呼救？团圆夜，回家的路在何方？失窃的货车，蒙面的男子，是意外还是早有算计？他们拿一个线的个黑色个帽子把我已经罩住了，只能靠天。几段监控能否找出背后阴谋？紧急呼救，一线正在播出。接到警情的平坝区民警迅速赶往现场了解详细情况，他们希望能从李辉口中得到更多信息。和朋友吃完宵夜，所以回去晚一点，在路途中间就遇到这个事情了。李辉告诉警方，2015年2月17日晚上11点多钟，他独自一人开车回家，经过一个路口时，迎面开过来一辆小货车。驾驶车过来碰我车子，我第一个反应我还以为是酒驾，还以为喝酒的人开车来撞到我车嘛，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下车来看看我车擦刮的这种严不严重。趁受害人下来之际，就是他们就上前用自己带的仿真枪还有刀，将受害人嘛逼上车。他们拿一个线的这黑色这帽子把我已经罩住了，只能靠天。有时候就是恍惚的都抬头过来看一眼，这些都是大概都是晓得在哪个地方，大体方面细节上看不清在哪个地方。李辉被挟持上了自己的越野车，犯罪嫌疑人丢下了小货车，也上了李辉的车。三名嫌疑人当时都戴的有帽子，同时加上那个作案的地段呢，比较偏，也光线也不好，比较漆黑，所以对
年龄特征呢，只能表述一个大概的年龄段，30左右岁。其中有两名嫌疑人的口音，就是把两广这边的口音，然后有一名嫌疑人的口音像四川这边的口音。他们都问我，说他们没得钱回家过年，向我要点钱做路费回家了嘛。当初我都是我车上有几万块钱现金，我说我你们把我放了，你们要用钱，你们就把钱拿走就行了。被控制在后座的李辉没有想到的是，拿走了3万块钱现金的蒙面人并没有放他离开，反而打起了包里银行卡的主意。发现了受害人包里有很多银行卡，那么就进一步的逼迫和追问受害人的银行卡密码。这些卡呢，我平时都很少带，当天的时候准备回家呢，放在床上，我感觉不太安全的，说把钱嘛压收回家了嘛。李辉是一家小型企业的老板，案发这天他收完最后一笔账，就把所有银行卡装进包里准备带回家。发生这样的事，就连李辉自己也说不清是不是有人故意针对。这笔钱是中午收到的，人家付给你的菜两块，为了你晚上就走的，肯定是有人晓得你真的收的钱啊，一直或者盯到你，才会有这种可能啊。绑架的前提条件呢，肯定绑匪的作案的目的肯定就是图财。那么图财呢，我们后面通过联系受害人家属呢，家属没有接到这个被勒索的这个电话，所以我们就分析可能是一起抢劫案。三名蒙面嫌疑人会不会是熟悉李辉的人？警方开始逐一梳理李辉的社会关系。一开始我们分析会不会是报复这方面的情况在里面，因为这个受害人他本身就是一个企业主，在这面也经营的有企业，也算比较有钱的，会不会在生意来往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产生一些经济上的问题，然后促使对方然后就对他下手。平时所处的人就是我家生意上事情和我俩啊吵过架啊，都不得这事，都还是很和谐的相处，因为做生意嘛，我就和气生财嘛。当时就围绕这个受害人的社会情况、家庭背景各方面来调查，或者是根据受害人的这个车辆的在平坝等地的轨迹，看是否有跟踪的车辆或者是其他车辆尾随这些的，结果没有。经过一番查找，警方排除了有人蓄意报复。那么这三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呢？由于案发时间发生在夜晚，三名嫌疑人都蒙面，处于惊慌中的李辉并不能给警方提供太多的信息，民警只能从案发现场遗留的小货车上寻找答案。他们把车遗留在现场的时候，还把那个车牌给下了，就留下一个裸车，就留在现场。车辆的刮伤的痕迹还是，车辆是撞坏了的，是作案的双排座小货车，前面的这个保险杠被撞坏了。经过调查，警方得知，这辆小货车是1月20日在贵阳火车站附近被盗的车辆。在这段时间，就不断的在平坝、包括清镇、贵阳这些地方去活动，而且活动的时间都比较固定，基本上是在晚上8、9点钟以后，一直到凌晨。然后我们就分析，这可能就是他们作案前的一个踩点的行为。另外是熟悉这个作案的环境、地理位置，还有路线，可以判断出嫌疑人是有预谋的，前期是有准备的，加上这个作案车辆是被盗车辆，所以我们判断嫌疑人还是作案手法还是比较老练的，非常有经验的。警方推测，这是一伙作案手法老练、经验丰富的犯罪嫌疑人。
根据调查，嫌疑人在案发前的一个礼拜，先是在贵阳的火车站盗窃了一辆小货车，然后开着这辆车在几个地方转悠，寻找作案目标，准备实施抢劫。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抢劫案。可问题是，这茫茫人海，他们为什么偏偏盯上了素昧平生的李辉？李辉说，在他被挟持的这11个小时里，他想尽了办法让嫌疑人放了自己。他甚至和嫌疑人说，家中有30万元，只要放了他，就可以把这30万元都给嫌疑人。可是嫌疑人根本不为所动。虽然这30万元是李辉编造的，但是嫌疑人对此的态度却让所有人都猜不透。难道嫌疑人不是为了钱吗？频繁取款，欲壑难填，一掷千金，另有所谋，绝处逢生，他要怎样抓住最后的机会？紧急呼救，一线正在播出。回忆起被劫持的11个小时，李辉至今仍然惊恐不安。我非常的害怕，但是非常害怕也没得用，一直想把心平好，就是想好好和这帮人交流。一路上他们都拳打脚踢的，逼问密码，你一说错一个拳打脚踢。为求自保，李辉把密码说了出来。他是转好几个地方，都找直通机关去了，不停地在刷卡，看看能不能取出钱来啊。就是说，你身上总共带了几张卡？总的好像7、8张吧。7、8张卡，里面都有钱吗？都有，都是多的少的都有钱。一个犯罪嫌疑人在夜色中走到取款机旁，迫不及待地取出了现金。病人在取款的时候是戴帽的，戴的有口罩的，所以对面部特征我们无法进行辨认。就将受害人的7张银行卡通通来试一遍，最后用受害人的一张农村信用社的这个银行卡取了2万，用一张中国银行的卡最大金额取走了2万块钱。取款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一直在观察周边是否有人，当他看到有人也进来取钱时，显得有些紧张，于是匆匆取走最后一笔钱离开了。超过2万的卡就背着几只坑了，都取不出来了嘛，所以我都听到他们也很着急，就是如果取不出钱来嘛，就找个地方把我卖了嘛，把这个车子开去卖了嘛。同时发现里面有大量的现金，由于当天不能取出的，所以我们通过推测判定，嫌疑人还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想继续将受害人的卡里面的钱继续取完。警方推测，当时的犯罪嫌疑人想要获取更多的不义之财，他们决定带着受害人离开贵州，到另一个城市重庆取出现金。途中有时候走走停停，反正都在城市中间转吧，因为灯光比较亮，路灯比较亮，一抬头都是一排排路灯很那个。走3个多小时以后，我才真正的确定是上高速。作案嫌疑人有加害受害人的这种动机，也有把受害人想杀害的这种动机想法在里面，主要是采取灭口。此刻的每一分每一秒，对于李辉来说都是痛苦难熬的。他知道自己的生死就在几个蒙面人手里，求生的欲望让李辉彻夜无眠。凌晨3点多钟，逃生的机会来了。在途中加油的时候，他也有想过在加油站求救。他们下去的有2个下去上厕所，一个下去准备加油，我都准备先跑。但是加油站又由于是春节，加油站的服务员只有一名工作人员，而且是女性。但是我晓得他们身上是有枪的，但是我不确定是真枪还是假枪，但是我又怕他们开枪打我。所以他也比较很理智的考虑还是不求救，一求救可能就被杀害，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放弃了加油站求救的李辉并不甘心，一路上他不停地找嫌疑人聊天，寻找机会逃跑，可犯罪嫌疑人根本不理他，一直到天亮他再也没有找到机会。
继续走呢，可能到天亮的时候是进入一个市了嘛，我就晓得他们是停在路边，可能也是等到当事人想把这个款转嘛，转移这款。当初是可能也是因为银行被上班转不出去款嘛，所以就在那停，停了好久的时间。李辉并不知道，这个时候嫌疑人对这笔巨款有着别的打算。在一家卖黄金饰品的商店门口，犯罪嫌疑人出现了。听到两名嫌疑人到这个珠宝店来，消费购买珠宝，这是其中一名嫌疑人。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钱包的人是否是嫌疑人。早上才刚开业，然后所以说里面的服务员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此时是早上九点，商店里没有别的顾客。一个犯罪嫌疑人在柜台挑了三枚戒指、三条项链、三条手链，价值19万多。这嫌疑人身材1米6几，然后长相较瘦，穿一件羽绒服，带白色条纹的，这个就是嫌疑人。现在他在金店里面选首饰。犯罪嫌疑人从进入商店到决定付款总共用了5分钟，显然他并不打算对黄金饰品精挑细选，而是选择了克数最多的那几款。和他同行的这名男子，后面我们经查实就是跑摸的的一名男子。这名男子我们通过工作也找到，确定了这个嫌疑人是什么时间打他的车，然后去购买珠宝，然后回到了什么地方的。现在这个视频是嫌疑人从珠宝店购买黄金首饰以后出来的，出来以后他就去找那个摸的和另一名嫌疑人会合。买黄金的犯罪嫌疑人和关押受害人李辉的犯罪嫌疑人会合后继续前进，却没想到正好遇见当地警方设卡疏导交通。进入这个镇上，镇上我听到人特别多，就是有个人坐在前排了，有两个下去看车，然后坐在前排这种都，我又听到他开门下车关车门的声音。但是他们心里面也是比较害怕的，在看到有公安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也没有底，他们也害怕被查出来。这名就是嫌疑人，他和另一名嫌疑人在交流。确定犯罪嫌疑人离开，被绑在后备箱的李辉开始故意砸车窗玻璃，希望能引起路人的注意。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抓紧鼓捣奔出来，把这窗子一打开了嘛，打开我就高呼的喊救命了嘛，这次再逃不出去，那可能这辈子就完了，最后的机会了。就在李辉想尽办法打开窗户拼命呼叫的时候，让他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犯罪嫌疑人又返回车子里了。刚才第一次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他和另一名嫌疑人离开的时候手里没有东西，然后其中一名嫌疑人就返回去受害人的车上，将那个他们作案抢劫得来的酒或者这些物品提起走，提起离开，一起朝一个方向走的，走得很自然的，都没有跑的那种迹象。犯罪嫌疑人顺着人流离开的同时，李辉的呼救引来了越来越多的路人，最终被警察解救。直到此时，李辉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重庆。经历了惊心动魄的11个小时，李辉终于在警方的护送下赶在了年三十的晚上平安地回到家中，和家人过了个团圆年。看着等待自己的家人，看着熟悉温暖的家，这个死里逃生的汉子瞬间热泪盈眶。这恐怕是李辉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顿年夜饭。李辉和家人团聚了，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李辉提供的线索并不足以破案，甚至说作用不大。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挟持李辉呢？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案发时挟持李辉的一共是3名嫌疑人，但是
在重庆逃跑的时候却是两个人。第三个嫌疑人去了哪里？他又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精心设计，暗藏玄机，几番纠集，荒唐可笑。问我要不要上来去搞点钱。紧急呼救，一线正在播出。根据李辉提供的情况以及警方掌握的线索，民警分析这个案件很可能是流窜抢劫。从重庆逃跑后的犯罪嫌疑人会去哪里，是警方最关心的问题。当时他们作案一直到逃跑这段时间，他们没有休息过，我们就考虑他们会不会在周边乡镇的他们认为相对安全的地方，就找一个旅社宾馆之类的住下来。然后我们对这一块，就是住宿的这一块，也进行了全面的一些摸排和排查。大范围的走访排查是一件消耗时间的事情，连续几天之后，民警仍然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踪迹，显然这是一伙有着反侦查能力的犯罪嫌疑人。可几名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要把作案车辆留在现场呢？现场勘查的民警在找寻答案。实施抢劫的这辆小货车正在这个平坝县一条公路的这个中间绿化带上。当时做完案之后，坏了，隔离带、花坛上了，开不走了，所以说就遗留在了现场。根据小货车停放的位置，警方分析，开车的犯罪嫌疑人不是因为当时太紧张撞坏车，就是开车的那个人不会开车。这几个人也比较心大吧，他们也非常有野心，因为他们盗窃的这辆车经过我们估价，价值也3万多，他们盗窃的时候不要这辆车，就要去还用这辆车去实施抢劫，要获取更大的不义之财。警方分析，这次受害人的脱逃打乱了犯罪嫌疑人的抢劫计划，谁也不能保证他们在逃亡的途中会不会再次作案。更让警方揪心的是，这伙犯罪嫌疑人心狠手辣，更何况他们的手上还有枪，抓捕必须加快速度。根据监控视频中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以及对作案车辆的勘验，警方很快确定李明、李达、郭文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抓捕行动于2015年3月6日晚上8点同时启动，三个抓捕小组分别在福建省泉州市、贵州省平塘县和贵阳市南明区，将三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会想起来就抢劫那个男的，因为欠了人家很多钱，没钱还债，所以没办法，所以才想着去抢劫。谁提出来的这次抢劫计划？是李达打电话跟我说，问我要不要上来去搞点钱。哦，那我说可以，我说我没路费，后面他从贵阳这边寄了钱跟我做路费上来。那他所谓的搞点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去换法，做换法的事。李达和郭文曾经是狱友，出狱后两人经常有来往，这次两人一起被抓捕归案。在认定主犯时，两名犯罪嫌疑人互相指责对方才是主谋。他一直催我去抢，催我去作案，我一直拖住不想干。他是被他欠了钱，欠别人钱。他欠你钱，所以你就要跟他一起参加抢劫吗？他怕他等走了没钱拿不到吗？他欠了你多少钱？3万。3万块钱你就跟着他参与犯罪？也不是说自己想做吧，做卫生业，生意上就做亏本了，做亏本了就欠别人了很多钱，欠钱之后又萌发出抢劫这种作案的手段，来获得钱来填补这个亏空。李达告诉警方，自己也曾经非常富有，只是他和郭文有个共同的爱好，而这个爱好毁了他们的生活。50多万的钱都用来干嘛？打游戏机。打游戏机。
打游戏机是指电脑的那种吗？网络游戏？不是。嗯？那是什么游戏？门面上的赌博机。嗯，也是赌博的那种，是吗？是。什么时候开始玩的呢？2、3年。怎么会欠别人好多钱？我以前赌博欠人家很多钱。同样因为赌博欠下巨款的李达、郭文经过商议，伙同另一个犯罪嫌疑人姚海于2015年1月25日在贵阳市后朝乡盗窃一辆双排座货车。作案车辆是3个人去盗窃来的，其中有一名就是没有参与抢劫的，一名姓姚的这名男子。这个主犯你就是参与偷车的这名嫌疑人，然后可能欠了有17、8万的钱，然后呢他就给这名就说还钱的话，然后就只有通过这种方法，然后我们去偷个车，然后我们去作案去抢劫，抢劫的钱我就拿还你。为了尽快拿回自己的这笔钱，姚海毫不犹豫地参与了盗窃。盗窃成功后，姚海等着李达抢劫还钱，而李达为了更加容易控制受害人，和郭文一起又找到了李明，三个想发横财的人就这样凑在了一起。经过预谋，他们购买了金属仿真枪、砍刀、手铐、头套等作案工具等。李达驾驶着盗窃得来的车辆从贵阳来到平坝，一路上三个人都在寻找作案目标。他们的选择的目的就是很随机的，就是开车在周边这些县份然后进行流窜。是，当时我们只是想只要车上是一个人的我们才敢去抢，所以我现在我们不敢去抢。我发现车辆比较稍微豪华一点的贵一点的，跟他们说的就是胆子比较小，也不敢怎么反抗，基本上得手了之后然后钱来得快而且多。那你不知道抢劫是犯法的吗？知道。那为什么没发现？我们当时只是想哦，存在一些侥幸心理哦，看一下能不能过关了，就这样的。侥幸心理让三个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2015年2月17日，三人在平坝区迎宾大道下云段以剐擦的方式逼停受害人驾驶的越野车，劫持李辉并逃离现场。那后来就你们三个人带着受害人一起去了重庆？没有，我没去。你没去？嗯。那你干嘛去了？我留在贵阳。在半路的时候，李达把被害人车上的东西卸下来，然后叫我们两个人去就可以了。他说他到时候去处理，就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人去了。三名犯罪嫌疑人把受害人车上准备的年货全部搬走，并让李达带回贵阳处理，郭文和李明则带着受害人离开。那为什么当时想起来要去重庆呢？不用，因为就是怕被贵阳、被贵州这边查到，后面就去重庆那边用卡去刷黄金嘛。知道卡里面有钱。下去取钱的时候，他又查了卡，其中一张卡好像有20万还是多少，还是20万以上。你们想把这些钱都给花了？是。一张卡一天最多只能取到2万，然后后面的钱拉不出来，后面就选择去买黄金。嫌疑人用威胁手段逼问出受害人银行卡密码，在清镇市取现金4万元，又用受害人的银行卡在綦江县安稳镇一珠宝店内购买价值约为20余万元的黄金首饰，并抢走车内的茅台酒和香烟等物品，总价值30余万元。抢劫来的现金每人都是平摊分配的，平均每人都得了2万多左右，然后金银首饰，然后每人3份，就是一个人一条金项链、一条手链、一枚戒指，然后其他的香烟、茅台酒这些都是分配，就是谁拿多谁就拿，谁拿少，不抽烟的我就不拿烟，我喝酒我就拿酒，就是这种情况。让郭文和李明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买完黄金后赶上了当地警察设卡，两个人商量之后决定弃车逃跑。什么时候知道怕了？作文的时候就怕了，
看到警察的时候就怕了，就把车停在那里要跑的时候，那时候就怕了。走出几米之后，两名犯罪嫌疑人想起车上还有酒、烟和茶叶，郭文又返回车里去拿，而逃亡后的犯罪嫌疑人却惶惶不可终日，白天又不敢去玩，晚上除了睡觉呢还睡不着，反正一直想着到时候被抓了怎么办。那在你心里觉得抢劫就是一个游戏吗？是。你当时参与这个案子的时候没想过这个后果吗？那我休息一下啊，暂停一下。后悔是一定后悔的。觉得你们这样对待受害人，不觉得残忍吗？是，就是当时一时冲动，没想到我先到了过后了才懂得，对被害人的伤害有多大。对自己也造成了多大的严重后果，我们现在非常后悔，但是做既然已经做了，先接受法律的制裁，征求政府能够给宽大处理，尽其全力回家。后悔是几个犯罪嫌疑人说的最多的话，然而明知抢劫的严重后果，却抱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所谓后悔也就毫无意义。事实上，像本案这样制造剐蹭事故以便实施不法行为，已经是某些犯罪嫌疑人的惯用伎俩。这是发生在四川省城南高速公路上的一幕，宝马车正常行驶着，一辆捷豹轿车突然从后面超了过去，用剐蹭的方式逼停宝马车，随后从车上下来的几个人要求宝马车主拿出10000元作为捷豹车的修理费。经警方查实，这个犯罪团伙运用这样的手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作案300多起，涉案金额达300万元。这是天津一段车祸发生后的现场视频，录制视频的人是犯罪嫌疑人自己，周围的目击者也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他们以发生剐蹭为借口，用受害人酒驾威胁敲诈钱财。3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团伙在天津市6个区流窜，共制造各类交通事故50起，其中警方查证至少30起交通事故属于碰瓷案件。这2起案件虽然不如本案这么恶劣，但有一个共同点，近年来制造剐蹭事故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犯罪手段，所以在这里提醒车主千万要当心。那么我们又该怎么提防这类型的案件发生呢？挂操的这种方式，它有几种案件都存在。一种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它挂操之后，一般它这种都是以敲诈勒索或者诈骗这种情况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案件的这种情况，一般它都选择在晚上，因为晚上人比较少，而且选择作案的路段都是人烟稀少、很偏僻的路段，车上都是针对驾驶员为一人的这种情况。挂操之后，你下车之后，他就趁机就对你实施抢劫。遇到这种挂操，首先要在车上观察情况，看对方挂操的车辆是什么车，车上的人员是什么情况，不要随意轻易的下车。也可以选择先报警啊。本案中，嫌疑人故意制造一些车辆剐蹭事故，趁车主下车查看时对其挟持并进行抢劫，这样的一种行为已经涉嫌严重的刑事犯罪。目前嫌疑人李达、郭文、李明因涉嫌抢劫罪，嫌疑人姚海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移送给法院审理。警方在郭文的住处搜查出了一把自制手枪，经过鉴定，这把枪的杀伤力很大。而李达在被警方抓捕的3天前刚刚结婚。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